要抢攻年底的周年庆商机，国内银行跟百货强强联手，要推出联名卡，第一年的发卡量有机会突破50万张，而整体他们的目标希望可以突破100万张。画面中看到银行跟百货寄出了馆内刷卡9折起，最高还有3%的回馈，而每天最多呢还能免费停车4个小时的优惠。时间接近年底了，也是各家百货的周年庆旺季，业者抢在这之前呢就公布最新的资讯来发行联名卡，希望可以帮助周年庆的商机。